二哥，你一共上小学上了几年级？4年呢。4年。嗯。怎么样学习？就学会了罚站，剩下啥也没学会。就罚站了？4年站了几年？2年吧。站了2年。那你罚站，你就是在那站着，还出去玩去？我那个罚站过瘾的，那全国的，我想我自己想哈，那个罚站是最特别的罚站。为啥呀？你出去以后随便玩，可以溜达。对对，那不叫罚站，那不出去玩吗？嗯，对，人家老师就那么样做的。玩了3年。对，你4年。过瘾吗？一个字不认识，就说有人要如果说没有走入别的一个路程的，也行，也还可以。